家气象主播吴淑瑞。接下奖状跟奖杯，去年扛下平日晨间气象播报重责的主播吴淑瑞，第二度拿下由气象应用推广基金会所颁发的最佳气象主播奖项，以稳健的台风跟精准专业表现获得评审肯定。包含气候变迁，还有越来越高的一个温度的方面，我们也会持续的带给大家一些在基本的气象讯息之外以外的更多的资讯。没有团队努力，也就无法完成每天最新的气象资讯播报。这一次 TVBS 的整个气象团队同样受到评审青睐，拿下最佳气象播报团队奖项。除了他们的后制的团队，我觉得有维持一如既往的比较高的水准之外呢，其实我觉得他们在整个气象专业的团队上面，其实也是有蛮突出的表现哦。比如说今年，据我所知，会有谢明昌。就是主播啊加入团队，那他其实是一个专业的气象人。团队还包含气象专家谢明昌、专业顾问徐忠明，以及假日主播谢以伦及林敏锐。不止一般温度变化跟降雨分布以外，还会加入一些气象科普小知识，用最生活化的方式传递给观众。台北新闻陈建明台北报道。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